设计的。嗨，你好。晚上好。我这里有两条。晚上好。好饿呀，等我想出去吃饭。嗯，我今天尝试了一下，没有刘海，感觉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式升格。晚上好。回去小心一点呀。回去当心。注意安全。太晚了，我觉得今天有点太晚了。今天太晚了。就是拍完就是哦，今晚长回来，然后拿了那个手，就是在座位上捡了手幅。你好呀，欢迎来到贝楚涵贝宝贝的唠嗑场所。谢谢初心闪闪发光，送给小贝一个玫瑰花。小贝祝你有花收听，开心快快乐乐。叫什么呀？叫吴心怡。老是在看读我的那个名字。等一下。然后后来就拿了手幅。穿完衣服去拍和易拉宝合了影。谢谢。晚安晚安。谢谢怀里。谢谢，等会儿等会儿。谢谢他的两个爱情光棒呀，祝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收获元气满满。没想到我已经有20场了。夜入深邃。谢谢小松鼠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公演挺长的，对，因为今天我应该要回看一下我刚出道的样子，再看一下最近的样子。哇，我才不老的。就是看的我，就是一直最近没有啊，最近排练新公演其实睡得挺久的。谢谢送了1、2、3、4。个荧光棒，祝你天天开心快乐乐乐，生活元气满满。小卢同学你好呀。真的吗？你好呀。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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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晚上好。就是大家都很热情。怎么现在就不傻了吗？说实话，昨天晚上其实挺喜欢说相声的，不是？晚上就是那个挺喜欢的。我就是、啊、因为换了一个站位嘛，本来跳的都是2号位，然后今天跳的是3号位，然后就是、嗯、我发现好热，就是换了位置，就很多动作是雀香米，然后我好饿，我刚刚车没坐下，然后我就有些动作就是换了个方向，车没坐下，然后我就扭不过来，就超搞笑，一开始就不习惯。去打车回来的，然后刚到，没出去吃饭，刚刚过。3首歌，今天跳毒蜘蛛的时候，等一下，今天跳毒蜘蛛的时候，那个 MC4 他们的惩罚竟然是闻，就是跳舞旁边的人，然后王秋如他就是一直跟在我身后，然后一直就是一个，就是我现在躺在了床上，坐在床上没有地方直播，然后他就是脸贴的超级近，就是很近很近。谢谢上山若送给小贝一个爱情光棒，小贝祝今天开心快快乐乐。就是他的大脸。得麦粒肿，为什么？就是、我跟你说，得麦粒肿一定要去医院，要然后滴眼药水的。就是，然后就当中间好饿呀，但是我好饿。就是彭佳敏，但是我没办法，我也在想为什么要穿裙子，可能是因为裤子不多吧。你知道吗？我背过身去，放手是王秋如的大脸，就是一个大贴近的状态。然后，
要的，麦粒肿要去医院的，我跟你说搞不好，严重的话很不好，要紧要是麦粒肿要去医院，真的。没有，真是好饿呀。就是，我当时感觉这个世界怎么了？我就感觉这个，就是明明我的惩罚是我脸上贴胶带，但是呢，整个毒蜘蛛我感觉都一直在惩罚我。慧慧找我吃饭，我问问他，去外面吃还是点外卖？然后包括后来我跟乐器器前面就跟他一起唱背对背唱歌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摸了我，等我一下哦，是一个大惊一下，他全程可能都是会有这种感觉。对，最后到要到 ending 的时候，跟于子前辈站在一起，然后本来就是 ending 就这样扭一扭就行，突然他又吻了我一下，我又被吓到了。晚上好呀，谢谢你们都祝二十生快乐呀，谢谢你们陪我那么久呀。就是、你们也要以后一直陪我，又一个二十，一个二十，一个二十场。然后我们在后台，我们的尖叫声也是很响，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妈呀！天呀！谢谢发电！啊！我是在做梦吗？天哪，我是在做梦吗？我觉得我像是在做梦。天哪！我是在做梦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在后台，但我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现在不太，我现在不太清醒，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有时候啊，是上去一波。谢谢乖宝送给小贝，给我发电，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天哪！我觉得我现在有点不太正常，我怎么今天这么幸福 ？Oh my god！ 我有点不敢相信。在后台就是人手上呢拿着手机在看女主播，然后头呢眼睛呢又看着就是公演后台的那个。谢谢呀，谢谢。两边看。啊！我给我自己帮帮两拳，我是在做梦吗？不是，醒着的梦是醒的，不是睡着的。哦天呀！哦，我的天呀！我不是在做梦，突然觉得自己好幸福。天呀天呀！吃块巧克力，不行，我怎么能对你表示，怎么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呢？谢谢。让我想想，你想听什么歌吗？谢谢，今天二十场啦。今天，哎，今天就是说那一。天哪，我好激动啊，怎么办呀？全部都是，没事，就是谢谢呀。一排全是那个易拉宝，不太好吧？你都送了我用来发电了，我还演你，是不是不太合适呀？三百场，然后还有就是段一贤前辈和当然开心。其实今天有易拉宝跟手扶的时候。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没有易拉宝什么，就是然后当时后面也没有人特别管我，后面又大家加入了之后，突然今天觉得自己有了之后就很开心，就有点就说不出来的感动吧，就是觉得有大家了，嗯，就是很感动。就我手指真的很软，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很感动吧。因为之前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人管我。谢谢人机月条送给小贝一个糖果，小贝祝你生活甜蜜蜜，祝你天天有糖吃，就是说不出来的感动，就是看到自己的时候，也有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就有感动。幺七吗？认识呀。是幺七吗？就是，哎呀，就是说不出来的感动。嗯嗯。我说叶总，今天我们就是今天这场，我们就是第二十。对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就是。谢谢乐迪送给小贝一个巧克力，小贝祝你生活甜蜜蜜。嗯，真的很感动。哎。
我刚把我吓到了，我还以为是什么新出的特效呢，真的有点把我吓到了。谢谢呀。哎呀，好开心啊！而且我特别喜欢我今天的那个易拉宝，就好可爱呀。然后我就去合照了，太甜了，太甜了！我也夸你太甜了，谢谢你夸我可爱呀。我今天在思考为什么要穿裙子出去，好冷。对啊，我很喜欢粉红色。超喜欢粉红色。出去拍拍照，但是最近也没什么时间出去。就我今天就这么出去逛。我要给你们写一封信。你在左边，我紧靠右，一张照片，太感谢你的。对啊，我就是喜欢你，总就很了解我，就知道我喜欢可爱的，喜欢粉红色。哎呀，那刘海吧，感觉好怪。是哦，7号是生日。考虑，说不定我等会就出去开吃播了。哎、不是，其实就是一直我一直觉得我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好呀，晚上好。因为我总觉得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做不到。谢谢。现在呢，是想要我给叫去？真的吗？取的这个就是一个。好听的爱，我现在是手举着，我好累啊、哎、谢谢元气月球姐姐，你们等我想收拾一下然后坐地上给你们直播可以吗？等我一下冰姐姐，元气月球，等我一下冰，你们回去路上小心，很冷、哎、等我一下哦。又讲视频了，我已经讲，就是真的你在旁边再加两个点就感觉是那种，懂吗？就是那种专微博 ID， 就是这种感觉，都随意，哪里随意？我来了。只是你，这个虽然是你想的，但是我肯定的一点。晚上好呀，给你们看我的饼饼，不是我喜欢的饼饼、就是。晚上好，今天好开心，等我一下。我看，喜欢饼饼，喜欢饼饼，喜欢饼饼。谢谢外宝送给小贝一个糖果，小贝祝你生活甜蜜蜜，天天有糖吃。喜欢吃不是饼饼，喜欢饼饼。呀，等一下。你是一首歌吗？没有。没有吃晚饭呢，你们吃晚饭了吗？靠，我今天很开心，我不行，对。白菜，白菜，然后蟹肉棒、酥肉，那个捞派肥牛，然后就是还有啥呀？不吃蔬菜，那就多吃肉吧。我觉得那个捞派肥牛好吃呀。你们喜欢吃什么呀？哎，好喜欢比比。爱，然后呢，取他的手术。你们怎么去吃海底捞的呀？我也想吃海底捞，要不我等会也去吃海底捞吧。行，等会就去吃海底捞。get 你们同款。不，你看他那个 J 点 K 点。突然发现自己没刘海还挺好看的，有点爱上了自己。我记得上次。我说哎呀，我都快爱上我自己了，然后旁边就遭到了白眼。我的是 WS， 我是谁呀、啊、我想尝试，我今天看到
波波波波波。维生素 A， 维生素 B。最近我都没有给你们跟早上小故事，因为我是实在起不来，等我哪一天全给你们补上。这一定听我狡辩。我哎呀电脑。让我拿出二十场快乐呀，谢谢你们一直陪伴小贝呀。他开机开的一定要说一件就是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很谢谢一直帮助小贝的人，喜欢小贝的人，陪伴我的人，因为在难过的时候，其实说实话都是大家陪我。谢谢匹克咪送给小贝一个平安果呀，小贝祝你在平安夜的时候一直以后都平平安安。谢谢，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跟我取名字，当然看我直播大家都得开心。我谢谢你祝二十场快乐哈。谢谢你送的气球小熊，下次机场的时候不揍你。飞进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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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叶总说ID 多好听，说过我们几场了，然后我们说二十场，然后他说恭喜呀，然后对我就，然后他就开玩笑说呀，你也混到二十场了。但是还是要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比较困难。那就你，那请问你走什么？就是你走什么挂我都可以给你解释出来，你说你很高冷。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这个月球就是你看那个月球就是很清冷的怎么说呢，是不是好的高高的挂在，谢谢你呀，很清冷，就是给予我鼓励的人其实说实话也是我在这支撑我大部分原因，但是你加上元气两个字呢就稍微显得，就之前一直跟大家说我其实自己高冷，希望我很需要大家，而不谢谢大家呀，陪我二十场，而不孤傲，今天今天下班的时候也有人喊我早点睡觉，我会记住的。对啊，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有二十场了，可能。没有，就是以前我没有进团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有时候很认真思考一下，到底喜欢什么？可能是被喜，可能喜欢是，可能我的喜欢是被人喜欢的感觉，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支柱，就是带来一些快乐，就是很重要，就是我的愿望。你开始的表演，不啊，难道不应该是你开始你的表演我也需要你们呀，我们都是互相需要的，就像已经就是我跟你两条，就是所有关系都属于在说好的，这样才会长久。你过来，然后我谢谢你们，一下就猜到你是谁。谢谢，帮助就是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就是今天还特别感动，然后我今天就站在了我的。叶阿宝面前站了很久，感动了很久，看着我的手，然后就是很感动。对啊，乖宝是我喊你们的，然后你们就喊我乖贝。谢谢，祝二十快乐，你也快乐。等握手会，晚上好呀，握手会，谢谢你们。哎，我有拍，确实挺皮的。我戴眼镜，我感觉大家都挺喜欢戴眼镜。要开心，开心呀！其实说实话，有时候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也确实是大家陪着我的。我在就是很有逻辑，还有慧慧，很合理的解释。表扬一下李大慧。就是李大慧是我在陪我最久的一个前辈。我下播之后再吃，虽然我还不知道吃什么。听过，但是实在背不出歌词，我还想跳呢。说些感动。感动的
挺感动的，抱在这里。原地哭泣，不用哭泣，总会有机会。会好好长大，放心吧。我已经不小了，还有两年就成年了。谢谢星河送给小贝两根星光棒呀，小贝祝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对，我还好想跳破头扑通，还跟慧慧说，还要跟小姨说，要不我们下次就是有机会的话去跳这首歌。发现音这是属位置，谢谢呀，谢谢。其实说实话，时间过得确实蛮快的。然后呢，我做完发型，我就在那边说，好的呀，我今天怎么会这么圆？然后发型师姐姐看了，今天确实有点圆。我撞见你就然后本来我就很悲伤，对啊，我们到时候还要一起跨年呢，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一起跨年。然后他后来我不知道他是真觉得我不肿，还就是他说没有啊，挺好，挺帅的。对呀，我是整天就跨年了，谢谢安慰。这年过得挺那啥的吧，就是感觉经历了很多事情。因为我本来想着我这么当然会有跨年，到那个公演的时间点应该消肿消了，但是没有想到做完发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圆。对呀、啊，新年的时候还可以快乐的收红包，其实感觉收红包收以前都是上交给我妈妈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没有睡。十月份，十月十五号，十月，十月份，我昨晚好像喝了水。其实来这真的还蛮有感动的事情，就是我太爱李大辉了。之前一定要给你表扬他，他对我真的很好。但是你他天天陪我 emo， 就是我现在都快背出来他对我说的话了。就是他说小贝啊不要 emo 了，说什么小贝子要开心呀。不管喝什么，不管是什么，要看我等我下午吃啥。没电了，是没电了。想去，我想起来，我今年除了去了一次水上乐园，跟我闺蜜漂了一天之外，我就没有再去游过泳，好想去游泳了。就在街对面吧，是剧场附近新开的店吗？你原来不会游泳呀？为什么不会游？哦，我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就特别喜欢水，就喜欢什么河呀、水呀、蓝色的一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小朱老师，就我中途下来看到小朱老师拿那个糖葫芦糖，味道是真不错。好，照顾自己。刚在车上还吃了那个。泡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水这种东西，就是虽然我不喜欢喝水，但是我很喜欢水，还喜欢泡温泉。很多人的大型就是聚餐，海底捞是在我眼里喝就是蓝色的。然后，我可能是属蚂蚱的，因为老是叽喳。我发现我的好朋友们在群里面祝我说恭喜我二十场达成，好感动啊！哎呀，突然好想哭，不能哭。吃的糖葫芦，就是糖葫芦酸甜，就是有些感动吧。就是其实进团之后没有跟自己朋友太过于接触，但他们都还记得我。因为你知道吃火锅就是可以很多个人一起吃，就是会。很方便，我不敢下水。小时候被水，哇，天哪！我感觉我没有什么怕的东西，唯一怕的是鬼。要的话，你可以两个菜都下进去。谢谢。不哭，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我才不会哭嘞。好久没吃海底捞，真的要去吃。上一次公演前一天晚上。呀。就是有一种
而且有被人喜欢的感觉。像就是你知道吗？就很多人一起去吃，我跟你们说过吗？它的价格就是之前，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大学，之前啥来着？哦，我之前很小的时候，哥哥拉着我看，就是中国僵尸片，然后我就被吓到了，就是，一个晚上跟我舅妈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觉，开着灯我都不敢睡，我就知道熬到很晚，我就害怕闭了眼之后有僵尸。对，就是他演的很多片子，我哥哥好喜欢看僵尸片，就差不多都打对折。我发现我从小到大都是个怕尴尬的人，是的。你们怕尴尬吗？晚安，晚安，晚安，祝你有个好梦。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怕尴尬的人，就是我感觉别人怕的尴尬的事情别都不一样，就比如我刚跟一个人吵架，第二天我见他我会尴尬，就害怕，很害怕，然后就不会太顺其自然，我真的就是一个不太会顺其自然的人。你可以啥？我记以前跟我舅舅吵过架，小时候，哎，不是吵架，就是他凶我，我很害怕，我是一个我记得我舅舅以前就是好害怕，因为我想，因为我想跟我小时候嘛，很小很小很小去留在那家，然后不同意，然后我妈妈就硬要带我走，然后我舅舅就让我走，然后就被凶到，就然后从小到大之后就很害怕他，认证了，然后就可以直接领券，然后扫他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减那个钱。你也看过呀，你们看的是哪一版？我看的那一版是他的徒弟变成僵尸了呀。我从小到大其实除了我爸妈揍过我之外，好像也没有其他人会揍我，主要是如果是别人揍我的话我会生气，但是我爸妈揍我会不生气。我20，小爱问我晚上吃啥，我微信回他了。小孩子单方面对你发脾气为什么呀？我感觉到我跟你说，姐姐弟弟肯定会吵架的，真的。我之前就会吵。会啊，我爸每次爸妈揍我都会哭，真的。我妹叫就是一个内心暗示。我爸妈都喜欢教育我。这么近教训我，其实也不是因为我皮，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妈还挺爱打我的。他们可能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吧，真的。研究生，我爸妈跟你们说，我爸妈他们哪都不打，他打脸。你们有经历过吗？是的，就是本来我站在这边，我觉得我的脸可能是被我爸妈拍小的。小人前辈站在我的旁边。啊、就是一下子，但是我觉得多大脸你的表弟，但是其实说实话肯定还是很喜欢这个姐姐的，因为我至今都没忘不了那次有一次没有，他是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表达思念，就是轻轻的拍一拍你的脸，但是就是一巴掌过来跟你说你怎么变瘦了，为什么记忆深刻啊，长大就好，等大家懂事，大家懂事就好了。那你大家懂事一点，他就好了。我感觉考研考来上海应该蛮难的。就我今天就是去那个店家那个阿姨，大家懂事就好了。一口一个宝宝，宝宝这个什么什么，拍拍两下，宝宝那个什么什么，宝宝这个什么什么。好喜欢饼饼，我觉得我好喜欢饼饼，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已经20岁了，我的脸其实不小。然后结果他不大，他还可能是被拍大了。你是在上高中吗？我说我都20岁了，你是不是还在上高中？我发现我有好多娃娃呀。下次上班。喜欢呀，都喜欢呀，看。但我今天下班是不是很慢？我感觉林丹贝尔可是我的 CP 呢。最慢的一次。他可是我的 CP 呢。哇！复旦医生。好厉害，你是医学生呀？
W 贝了解一下。对啊，琳娜贝尔了解一下，我的 CP。为什么他会有点？为什么会有点瘦弱？我觉得他手感很好，饼饼的手感也很好。我跟你说，我最近晚上抱着饼饼睡觉，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头我放住，你就这么睡觉，就这么，然后他这个就特别舒服。消瘦。没有，人家可香了，我睡觉不流口水。瞎讲，瞎讲，就是，哈，清淡入是不是？我有，卷死你们！就是我觉得学医真的很辛苦，因为我那个卷死你们，为啥？但是我没有那个，就是、我没有，没有雪莉梅什么的，想要一个达菲跟雪莉梅，下次去那个啥时候看的时候再买吧。卷死你们，卷死你们，你们就是。你们就是比不过我。我这不是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尴尬，我就是觉得就是你说是哪边那个新大陆还是饼饼还是就是驱使着我的贝尔呀快步走动。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觉得巨尴尬。你说的是哪边？哎呦我的妈呀，好不容易打一次车，但是我一出门他那个车他就我看了一行都是我们队的人在直播，然后我总不能还绕环绕那个我有小黄人你有吗？我有三个上车吧，很尴尬呀。他们三没有呀，你看，他们三长得都不一样，不仅颜色不一样，他们形状还不一样。你看，但是我好喜欢饼饼呀，最近，现在他可以做我的专宠，他可以做我的专宠。仔仔，仔仔是谁呀？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他们几个。对呀、啊，他们仨不是一样的。史迪仔，好的，下次我就史迪仔，我可真没有。但是我看过史迪仔的动画片，之前还挺喜欢的。我记得我第一年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是一只猫猫，白色的，带个粉红色蝴蝶结的那个。会的，会的，慢慢走。还有出名的飞旋，还有主持的好，不行，我得，哎，怎么了吗？他们是会被我怎么样吗？为什么要记住他们？不是，坐的有点脚不太舒服。我在想换一个，等一下我。好恐怖啊！这样子，赶紧关了。太恐怖了，感觉像有只鬼。哦，还有这个。听到我，哦耶！谁在等一下？还有出门的。就买过那种雪糯米豆浆。想找个人连麦，让我看看谁会将是我的啊！幸运儿，秋如在直播吗？啊，秋如不在直播。然后那种豆浆，我觉得那种五谷杂粮那种磨的那种豆浆特别好喝。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记忆。我考虑考虑。哦，十一号我已经发布，想找一个，我已经买到了，就是没有洞的裤子，因为我发现我很多牛仔裤都是破洞的。等一下，还有没的十一号人还没有，等一下，
样？想找个人直播，慧慧吗？我找找他。15分下吧，我好饿呀。还有什么？升格条件就是跳槽，应该不会马上就升格，应该就是还要没有啊，升格条件就是跳槽。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你就是今天就是有些过于的开心了，就是关心一下你。没有，他不冷漠的，他不冷漠的，他装的，他对我一点都不冷漠。应童年吗？你是角色生的呀，好奇你大还是我大呀？你也是九月份，我也9月份，九月几号生的？你不会9月7号生的吧？这个指甲让我难受，这个指甲让我难受。你可得了吧你！你明明比我大，好吧好吧，我比你大，我比你大也行。我是05的呀，是吗？希望自己能顺利加入 S2。我晚饭又吃了剧场的猪肝饭，然后我今天就是偷偷尝了一下，就是慧慧点的那个。对啊，就是占便宜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亏了呀！你亏了呀！经常点这个菜。六爱心曲奇，我们来凑合球。我发现就是这最近这两次公演，我都是配着那个菜，我把整整一盒饭都给你。找个好看的角度想不想那个，但是没有什么好看的角度。晚上好，晚上好。你们都好想全是零零就一个9零，哎呀，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些不一定就是我没有，气死我了！不要让我尬，不要尬我呀！我就是真的感觉大，就是我们那边差不多，对，就是温州糯米饭，甜的咸的，糯米饭团，饭团吗？就这么一团吗？想吃饭团。但是我肯定跟你们看起来差不多大，我觉得现在人偏年轻，偏年轻。地球会自转，
周三七秒心情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oh baby。我感觉我吃的饭全都是那个那种一米。你给我发翻牌了吗？我好像没有看到哎。你要不退了之后，然后再发一次，是不是被退回去了呀？纯真的笑脸。心之前天地一曲。那你再发一次吧，我回你，我绝对回你。最重要的是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弃，下一秒你。跳舞怎么不上线呀？这样会好一点吗？就是瘫倒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坐好。这样会好一点吗？光线？哦，已经熄灭了。我要下播了，我要去吃东西了。一模一样，谢谢小小胖送给小贝一个秋天的茶，小贝祝你今天有奶茶喝，天在冬天里开心心暖洋洋。救命救命，这个灯光还不如不有。昨夜上你大吃一惊，这样灯光好点还是刚刚灯光好点？算了，不开了，这样好看一点。拜拜。姐姐肚子有点完蛋，圣诞嘛，然后呢？但是上一次孙瑞晴的生日公司，就是毕业公演的时候，我有上烟花，没事。对啊，我好喜欢打腮红呀，我跟你们说，我上公演都要打好重的腮红，因为我喜欢腮红，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元气可爱。然后他们都说我为什么腮红每次都打这么多，因为我喜欢。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悄悄告诉我吧。耳朵好痛呀，今天这个我今天是什么吸引到的粉丝？我今天的公演，你下播了吗？下播了吗？最重要的是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弃。晚上好呀，谢谢先送给小贝一个表情包，小贝给你做个表情包瑞。是这样吗？晚上好呀。谢谢，送给小贝一个表情包，再给你做一个，是这样吗？那你过来吧，一起点吧。我想这，自尊心强点。你是说大 MC 还是小 MC 啊？你最近工作太忙了，没关系没关系，后面还有很多机会。大 MC 吗？可以回去补档一下。其实今天没有什么特别好笑。爱你的冲动，记得那年生日。没关系没关系，后面不是还有其他的吗？但是我感觉我今天好蠢呀，今天真的很蠢很蠢很蠢。耶，我今天好蠢，我今天歌词都记不住。现在是不是叫做就算了，就算天塌了也有高大的人什么顶。好吧，我一直都很蠢。哎，好位置真不错。
啊，不是吧？我粉丝眼里我就是这么蠢。完了，我试图挽回我自己的形象。啊，就算天塌了，也有高个子顶，是不是？你认真的说你喜欢白山丘一人的冷，还好房间里不冷。其实我很聪明，只是你们觉得我不聪明而已，我才不会承认我蠢，幺七，你怎么不去看你的？咱推直播怎么来看我直播？一看就是用两个手机来回看。笑死我了。我可聪明了，我聪明死了。认真的说你喜欢白山茶的红玫瑰。你在有我在说啥呀，我哪有特殊对应。你们不要吓我呀，我才没有呢，你们可不要吓我呀。你是在说我对谁特殊对应啊？绝了，我没有不睡觉，只是你们不知道我睡觉时间而已。又没电了，救命，等我再充吧。好痛。好呀，你是因为买不到战区的票。哦，我今天手服找一下，好痛啊！好痛！好了，不痛了，没关系，不睡，我卷死你们。没有，是发型的问题，卷死你们，我不睡，卷死你们。好呀。那你今天休息居然还来那么晚，哎呦天哪，吓死了。你认真的说你喜欢白山茶，我不睡。卷死你们！我不睡，我卷死你们！耳朵好痛，救命！你们早点睡呀，不能今天还是不能晚睡，因为明天要排练，明天12点要排练，要不然明天没精神排练，完蛋了，不好好跳舞会完蛋的。这套公演要是不认真学，到时候自己学起来可能要命的。不去别人房间，慧慧吧。懒得摘，可能是因为我懒。很难，真的很难。昨晚是因为今天3点钟发车，
明天是12点就要上课，很难的，明天的我很难的。拜拜。很难的。那肯定，我跟你说，这个比重生计划难十几倍，我跟你们说，太难了，救命，太难了。早安，晚早点睡，祝你也个好梦，晚安。确实你没睡，我昨天晚上我就忘了我今天睡的。期待呀，期待，大家当然要期待新公演了。大白兔奶茶，奶茶，奶茶。我很喜欢《幻境》那首歌。对啊，取完刺糖。Oh my god， 牙齿。当然要吃蛋了。嗯，确实是一罐子糖。Oh my god， 牙齿。当然要吃蛋了。还不确定，到时候告诉你呀。到时候会发口袋，大家都喜欢碰碰熊的了，特别喜欢，每一首都是碰碰熊，是卡风，超喜欢。白天吃完跟晚上吃还哪有什么区别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幺七离开这个直播间，如果没有幺七就离开这个直播间。当然啊，我们是高级的可爱舞蹈风。不会听你的，放心吧啊，放心吧。就欺负怎样？我不欺负小和尚，我欺负你。哼，你来了，小和尚就不会被欺负了。你就是幺七接班人，幺七，你来了你就欺负你，你不在就欺负幺七。开玩笑，开玩笑。拜拜，好走不送。这不能瞎磕，我哪敢呀？我没欺负你啊，我是欺负鸡块，这个人，对，我就欺负了，怎样？就欺负了，怎样？当然凶。我才没有欺负我粉丝呢，你问问他们，他们是我粉丝吗？我才不会凶我粉丝呢，我顶多会演我粉丝。
你是啊，你是啊，没说你，没说你，没说你。哎呀，好惨呀，好惨呀！不理你们，那就不理你们了。哼，我跟你说，就算你送我礼物，我也不会，不会。为什么呢？我想想，不会不欺负你的。谢谢你送给小贝一个小熊，祝你天天开心。敷衍。Oh my god， 牙齿。谢谢啊，金总和小贝四个爱心光棒，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元气满满。我是彩。开玩笑的，以上聊天内容都是开玩笑的，你们务必不要当真 ，OK？ 好吗？好吗？好吗？你，拜拜，晚安。对，你是万万前辈，我承认。不行。你们都有自己的推，这个我是。真的吗？我还没有怎么见过你的 ID 耶。新粉丝吗？你好呀。嗯，我猜不是你的推，只有小贝嘞。I miss you。哎，我真的好喜欢吃糖呀！白眼飞上天了。你们好尬呀，你们怎么老喜欢玩尬的呀？虽然我觉得我平时也没有很尬呀，怎么你们都越来越尬了呢？是我教的吗？我喜欢吃糖。我被你们笑死了，你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一个人呢？你有你们今天的这样子，也少不了我被楚涵的助攻，不对，我被楚涵的一份努力。谢谢六六小姐的搞创，给小贝66个爱抽荧光棒呀！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元气满满。我才是这两天才入坑的，嗯，我信，因为我也没怎么看见过你的 ID。他要拆你了。你别尬了，你们都别尬了，你们当我不知道吗？说入坑我的原因吧，说我的入坑我的原因吧。让我来听听，耳朵。他是一开始出道时候就在了。哦，原来是我可爱，原来是因为我可爱，你们不会都是因为我可爱入坑的吧？哦，我昨天是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啊？应该不会是因为我傻入坑的吧？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傻哦，你们当因为我可爱入坑。绝了，八周年公演那天，八周年那天公演我穿的是啥衣服呀？哦，知道了，确实，因为我好玩，怎么能因为我好玩入坑呢？
你可得了吧你，因为我舞蹈入坑，那可能是太搞笑了。你好好想一想吧。太差了。没有，我只是想跟你们聊天，但是你们又不知道聊什么。没事，我25号还有握手会，你们来找我聊天。真的假的呀？真的是他吗？我是10几号出来着？10号，来找我玩，来找我玩呀！25号。好呀，好呀，没关系，没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来日方长呀，各位。小贝不用排队，你来就可以我的，放心。好呀，来找我合影吧。我也不知道，我肯定不用排队，放心，你们只要来就会有。不去吗？哼，不去也不行，必须来。因为我的粉丝不甜呀，要不然我怎么会这么卑微？都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你们可要来呀，要不然我可尴尬了呀。都求求你们要来呀，谢谢你们呀。当然，上次不就带了 Q 糖吗？但是好像分完了，下次一定。哦，但也快了，还有24天。哎，今天几号呀？今天3号对不对？还22天。今晚的糖，你们想吃哪颗？我给你们找找啊。吃大白兔吗？但是你们现在也吃不了，下次给你们带吧。吃虾米吃吗？吃吧，我想吃。嗯，不。在之外，我在想，我去年圣诞节不是跨年那天是在跟同期的时候在外面过的，这样过年。你甜，巧克力好吃，我喜欢吃巧克力。跨年呀，我好期待跨年，感觉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嗯，真不错。当然想呀，我晚上又没有吃晚饭，吃点巧克力不过分吧。不过分吧。刚下公演然后回来直播呀。不知道，可能不会吃了。真的假的？谁啊？谁晚上吃饭这点水果？谁啊？都2个月了，是啊，都20场公演了，好快呀！我最好是你爹。谁晚上吃水果？好好奇，要不蹭两口？是秋如吗？秋如晚上只吃水果。怎么？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人喊我主人。呜呼！哎呀，好像我闺蜜呀。今年又是见不到的一年呢。我
我去把记下来，我去把记下来。926那天，啥时候是926？两点半。两点半。哦，那还很晚呢，我9月。9月10号就出道了，那时候你居然没有入坑我啊。为什么晚了10天？为什么当初没有看上我？说我要一个解释，合理的解释。啊，房间呢？好吧好吧好吧，听你狡辩。哎呀好痛啊，不行，我把它取下来，太差了。你也是，你最近才入坑我的。7天也是时间呀，怎么就不是时间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才正要开始，爱你的人，爱的人。哎呀，我的耳朵好痛。考试加油呀，我跟你们说心态真的很重要，你一定会考好的，快记住你的好运吧。12月好运呀，祝你考试一定顺顺利利呀，就快快点安稳入睡呀，做个甜甜的梦呀。快去睡觉吧各位，我马上下播了，算了，我下播了。说下播就下播，我好快呀。哎呀，我的腿好痛。啊，怎么没考好是小贝的问题的，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他一定能考，他不会让我失望的。不，你就算没考好也没有关系，再接再厉啊，咱就是说一定要加油，就是说咱考试要好好考，就是心态也要好，就是考不好，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失败是成功的妈妈，知道吗？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失控是成功的妈妈，没有骂人的意思，真的。等我考，哎，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失败是成功的妈妈，认真的呀，只有失败才能成功，是不是？你们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啊、嗯！哦，失败乃成功之母，鲁迅说的，是吧？句号，是不是？哎呀，删直播了，害怕。出道了差不多一周，有可待了。失败乃成功之母，各位，嗯，你们要好好的，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咱再接再厉，人生有多少次机会尝试，失败成功，对吧？偶尔一次没关系的，即使老失败也没关系，因为你人生这么久，总会有成功的时候。嗯，即使不成功也没有关系，因为开心就好啦。那不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咱就是说心态要好。不会吧？咱就是说，就是想说。就是想让他安稳睡觉，也没有其他意思。然后你们会不会都不在了呀？我在想这个问题。然后你们都出坑我。我要被笑死了！哎呀，救命！笑笑！我要被笑死！我快被笑死了啊！太好笑了，是我承认你在的那目标。你也好甜呀，不行，我一想到你像你们俩太甜，我就觉得好好磕。晚安。
可以感到感觉得到我的我的重要。黑天亮的肉你每一次都想炫耀，我们让我沉默一下才遇到，我必须都更明白你的重要。沉默就让我想知道小贝推哪个前辈，哼，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推哪个前辈的，谁都不许说。我们让我沉默一下才遇到，真是的。我不是说不许说吗？真是的。怎么？这是张玉明的粉丝吧？是我戴丽的粉丝吗？你怎么半夜跑来我这儿？等我就去吵醒他，开玩笑，开玩笑的，他脾气太好了。天哪，这是小马小前辈小时候吗？真假的，让我看一眼。啊。只要你的肩膀，什么一场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我不会放掉。我给你发他小时候可可爱了，他一直都很可爱好吗？需要你说他可爱？我给他发个微信啊，我们来验证一下他睡没睡。我们来验证一下他睡没睡，我发个信息给他。咪西咪西。我好坏，要不给打个语音电话过去，不行不行，万一说了一些什么不该说的，不能在直播间说的话就不太好了，算了不打了。我怎么不说晚安了？我昨天确实没有说晚安，今天会说的。今天给你补上，今天说两个晚安。暂时分开，跟你说拜拜，我的男孩，自己猜。把热的地图看穿，找寻你的所在，期待久违的对白。呀，交通了几个礼拜，未免太过时。怎么，你们是想让我跟你们说一百次晚安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说一百次晚安吗？是想让我给你们，嘿嘿。谢谢谢谢漆黑烈岩石送给小贝一个糖果，一个圣诞帽，一个胸针，一个平安果。小贝，祝你在圣诞的时候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在平安节的时候平平安安，晚上睡个好觉，一个好梦，谢谢你的礼物呀。谢谢谢谢大家今晚陪我，不用谢不用谢，也谢谢小贝今天打满20场公演。怎么可能不会读前面两个字？我看看，迷路是不是？迷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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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会读？我会读，你就瞎讲。我居然会，怎么什么意思啊？搞得像我不会一样。谢谢念作十一送给小贝20个 S 树云汪汪，小贝祝你今天开心快乐的生活运气满满。谢谢你祝20场快乐呀，祝你晚上睡好觉。看不起小贝，看不起小贝就是小贝直播间出去。逐渐变得激动暴躁，有12点，逐渐变得激动暴躁，气死我了。
我好疯癫啊！突然觉得自己不行，我得。一个用爱发电，我就给你派电，我就给你派光剑，怎么样？太好笑了。耶耶耶耶耶耶，我只会耶耶耶。应该吧，应该快了吧，也许快了吧，应该快了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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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但若淡定如坑村，找寻你的所在地。马上过生日了，真不错，几号呀？马克巴卡五 C D 型阿巴阿巴。不行，好像预备声不行。太好笑了，啥时候能点啥时候就生日，你可真是。你看你俩谁抢得过谁？卷死你们俩，卷死自己，太好笑，卷死你们。主要是你们谁还在直播，让我看一眼有哪个不累的人还在直播。心动啊，好，都在直播，真不错。这个英文字母叫麦克吗？卷卷卷吧，不阻止你们慢慢卷啊。嗯，想吃糖，吃个这个吧，我就要吃，你管我。某人的经典口头禅，没关系，我愿意吃，我喜欢吃糖，因为甜糖糖会产生多巴胺，会让人快乐。好叛逆，对，我很叛逆，不告诉你，哼。之前做过根管治疗，就花很多钱，妈妈爸爸给我花的。好饿呀，我没有，我下播去吃东西，我一晚上没有吃，两点了，我天哪，我都怕我妈没醒着不给我点外卖怎么办，我今晚就饿肚子了。真假糖就酒精，你跟我说这润喉糖里有酒精，真的假的呀，你不要骗我啊，你看就骗我。但是我吃出了股风油精的味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后面还吃。你不要骗我。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不转弯，你的微笑像小狂欢，气氛好慢慢需要你陪伴。我喝可乐可能会醉，但是吃糖应该不会。啊，薄荷吗？我觉得不是，它是龙角散，应该是种药吧。四药吧，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我有大舌头，真的是大舌头，不骗你们，大舌头。我没醉，我现在可清醒。嗯。我的天啊，这一颗糖的龙角散的料怎么这么足，吃到口里全都是。我下播了，我才能去吃饭呀，不下播怎么去吃饭呀，给我整清醒了。可以，等我要是点了外卖，我就给你开吃播。
有个电影《事不马难追》，今晚谁都不要说，主要是你们，然后我马上下播就晚安，我比你们早睡，太搞笑了，谁睡谁是，不行，我下播就睡，主要是你们，哎。不是，主要是明天早上十二点排练，如果不睡的话，感觉会很惨。汪汪汪！我可没说谁不睡是狗，狗都不睡哦，狗都要睡了。真的，我们家狗都快睡了，真的。电了，小贱没电了，快睡吧，快睡吧！我要下播了，宝贝们。宝贝们，下播了呀，宝贝们。啊，差不多吧，四点，我觉得六点吧，六点。哎呀呀呀呀呀呀！意外，不好意思。你们没有吃吗？我好想去吃海底捞呀。哇，谢谢谢谢 YAGI 龙送给小贝一个圣诞树呀，小贝祝你在圣诞节的时候提前收到圣诞老五，圣诞老人为你精心挑选礼物，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收获元气满满，谢谢你的圣诞树呀，这特效好可爱呀，谢谢呀，哇哦，怎么你们是卷起来了吗？哇，这个也好可爱呀，谢谢烟雨送给小贝一个圣诞卡呀，小贝祝你在圣诞节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圣诞老人偷偷摸摸来到了你的房间，把礼物塞到了你的袜子里，然后一早上打开，哇，这不是我喜欢的礼物吗？然后一年都这一年到下一年的时候就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然后在平安的时候平平安安一整年睡得好觉，祝你有个好梦。我要下播啦，可以把这首歌播完。幺七，你怎么不送？不用不用不用。把它卖了。不至于啊，咱不至于，咱不至于，咱真不至于，不至于。做个梦，今天几号？三号吗？今天几号呀？十一号还是三号？哇！谢谢元气月亮，元气月球，一个。你要送给小贝一个圣诞树呀，小贝祝你在圣诞夜的时候，啊，祝你，你在哪个城市呀？好想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呀？啊，头有点晕，你在安徽，那你们那边会下雪吗？我就想叫你这个名字哦，那要祝你在当天堆一个好看的雪人，然后把你的袜子挂在圣诞老爷爷的，不是挂在那个雪人上吧，然后就堆个好看的雪人，然后拿那个胡萝卜插那个鼻子，然后把袜子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写下你的愿望，然后圣诞老人晚上就悄悄的把你的愿望实现了，然后你明天一早上发现雪人化了，袜子湿了，礼物没了，太搞笑了，哈哈，笑死我了，不行，我好坏呀，不不好坏呀，已经快吐了，没有，只是额头那个不是天生的，不是真的秃，就天生人家额头大，人家知道吗，额头大的人聪明，
聪明，知道吗？就我妈，我妈觉得耳垂带有辐射，小时候天天拉我耳垂，把我耳垂硬生生拉大了，会秃才不秃。哪里好看？这事刚放完我就下播了呀，各位，快结束了，快结束了，不用担心我，因为李慧还没有下播。谢谢滴滴滴滴滴，送给小贝一个迷路勋章呀！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元气满满，祝你也早日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哟！祝你睡个好觉。我发过小时候的照片，你自己去找。我发过，头可秃了。你怎么？我跟你们说，吃饭的时候专心专意，要不然边看边吃，菜都没了，懒得趴喽。哈，我是不会发的。你以为我会发吗？不会。不会给你看的。我们来比赛谁先早睡吧，反正我是不会早睡的。我不理你，我就当会儿睡了，不理你。哈哈，怎么办姚琪？哎呀，怎么办呀姚琪？我不理你，那你岂不是一个人很尴尬呀？黑化肥会挥发，是不是？黑化肥会挥发，差不多了，要下播了，各位。晚安，马克巴卡五 C D C 小点点，各位拜拜，晚安呀，晚安呀，晚安，快吃饭了，好好吃饭去吧你们。下呀，我就说了等这首歌结束嘛，还有几秒，17秒，16秒，15秒，14秒，13秒。晚安。晚安。拜拜。下播了。